瑞瑞，去穿衣服行不行？行。那能光着肚皮吗？那你不穿衣服，咱就这样光着肚子，咱出去玩去，好不好？玩。好不好？不好。那你出去以后，你就被外面的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把你的，你看，奶奶、肚皮，然后你的大腿、你的屁屁，都看见了，行不行？对，都看见了，你羞不羞？对，就羞羞，是不是？那能不穿衣服吗？对，那我们去穿衣服好不好？屁屁，对，屁屁就被别人看到了，羞羞啊！怎么害羞的？你给我看，怎么害羞的？啊，就这么就害羞了？你挑一身吧，你看你想穿哪个，你拿。好，想穿这条裤裤，行。要上衣呢？啊，想挑这穿这个是吗？好，来。哦，帽帽，你给自己还搭配了个帽帽。